时而专注，时而沉重，时而欢笑，拥有能让人在短时间内情绪起伏、百感交集的演说功力，正是这一位师父敬老师。顶着护理学博士头衔的他，也是一位资深的护理人员，一路从护理长做到护理学院的教授、院长，现在也是位牧师，照顾了不少病人及家属的身心灵，也坐育英才无数。在陆家传道会担任总干事的师父敬，始终保持一份爱人的热忱。从当年不顾家人反对就读台大护理系开始，甚至在 SARS 期间亲上火线照顾病患，都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悲天悯人的胸怀，从未改变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和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真实的故事的，就是一位专业的、非常非常专业的护理师，而同时他也是大学的教授，而在国际间他得到很多很高的荣誉。而我们看到的还不只是些荣誉的外表，我们看见是那背后了不起的一份爱。为您介绍，师父敬师姐您好。平安。你的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机遇，真的是一个小小的转折可能就改变我们后面很长一段的路。谈起过去在护理界受到的肯定，师父敬充满无限感恩。事实上，护理师的工作原本就相当辛苦，而他更是视病如亲，总是希望能提供最完善的照护。施教授以前做的是家务病房，尤其他照顾的大半的时间是我心脏外科家务病房，把他们看作像亲人一样。回想当年在 SARS 期间，由于坚信上帝的医治大能，不顾家人反对，也要站上照顾病患的第一线。其实，在 SARS 那段时间，我想对所有的医护人员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，因为他要隔离，谁要进去？是，所以你决定要进去。对，我那个礼拜六我就回去，我写一个简单的遗书，放在老大的床头，我拿着出来。撞见我公公，他起来尿尿，他看我，他说：“父亲，你这什么意思？”公公，我爸爸，我爱去照顾还家呢。伊讲你，你唔知你去死呢？你去温死的，你知影无？我爸爸，我是主管吼，我有责任啦。公公，你袂使去啦。爸爸甲你拜托，你实在袂使去啦。我孙仔才细汉，你对不起我啦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们两个在哭完了。就拎着行李走下去，走三楼、二楼、一楼，我是肝肠寸断。2015年6月13日，师父敬被案例成为牧师，不仅是多了一个身份，也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大。他确实非常忙碌，可是他没有忽略到他做一个母亲当尽的责任。二哥的信主也很特别，对。有一天我大夜班，礼拜六大夜班结束，就礼拜天早上刚进台大医院宿舍，电话铃响，就是说我哥哥在和平医院急诊，我就叫台大119把他送回来台大医院，因为痛嘛，就打个麻醉药进去，然后呢把他架起来照胸部 X 光，胸部痛，右边液体插了一个胸管出来，2000cc 的血是热的血，代表正在出血，哎呦 active breathing。等流了差不多以后再照一次，第二胸椎有一个白白这么大了，不妙。那台大医院是立刻可以做病理检查，送去呢半个钟头打电话来说癌症空桌 sarcoma 软骨肉瘤癌，民国68年，就1979年的时候，他好像全世界第六或第七个 case， 前面全部都死亡，好像只有一个到半年而已。那天晚上睡觉有人叫我，我的女儿你要什么？我立刻认出主的声音，然后充满了喜乐。过了不晓得多久，更慢了下来。这个声音问我：“我的女儿，你要什么？”就立刻想到了我哥哥。我最感动的是，哥哥后来信主，而且现在是传道人。感谢主。接下来我们邀请一个特别的嘉宾。要为这类新人献上美好的歌声，作为美好的祝福，我们来掌声欢迎。
什么蓝？草为什么绿？什么是月亮反光？什么是太阳温暖？花为什么香？鸟为什么唱？什么是人？活着有希望。